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Больш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описании видео. 我一想到这些，就觉得压力很大。 我一想到这些，就觉得压力很大。我一想到这些，就觉得压力很大。这些事让我觉得心情很不好。 这些事让我觉得心情很不好。但是，一想到我的家人和朋友，就觉得幸福。 但是，一想到我的家人和朋友，就觉得幸福。所以，无论我多不喜欢醒，我都要马上起床。 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所以，无论我多不喜欢醒，我都要马上起床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 我都要马上起床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减肥广告。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减肥广告。在电视上，在报纸上，在商店里，到处都是减肥广告。在电视上，在报纸上，在商店里。 到处都是减肥广告。在电视上，在报纸上，在商店里，到处都是减肥广告。很多女生觉得她们不够美丽。 总是觉得自己很胖，想要减肥。很多女生觉得她们不够美丽，总是觉得自己很胖，想要减肥。很多女生觉得。 她们不够美丽，总是觉得自己很胖，想要减肥，所以她们经常乱吃减肥药。
他们经常乱吃减肥药。减肥广告常常很有效果，但减肥药往往没有效果。减肥广告常常很有效果，但减肥药往往没有效果。减肥广告常常很有效果，但减肥药往往没有效果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开放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开放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开放，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。但是，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他们发现，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往往不顺利。他们发现，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往往不顺利。他们发现，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往往不顺利。他们的产品不适合中国人。他们的产品不适合中国人。他们的产品不适合中国人。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市场不熟悉。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市场不熟悉。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市场不熟悉。你的汉语说得太流利了。你的汉语说得太流利了。你的汉语说得太流利了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我也想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我也想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我也想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我想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汉语。
我想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汉语。我想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汉语。我知道，学习汉语肯定很困难。我知道，学习汉语肯定很困难。我知道，学习汉语肯定很困难。最理想的做法是去中国学习汉语。最理想的做法是去中国学习汉语。最理想的做法是去中国学习汉语。实际上，我已经买了去中国的飞机票。实际上，我已经买了去中国的飞机票。实际上，我已经买了去中国的飞机票。实际上，我刚才说的是日语。实际上，我刚才说的是日语。实际上，我刚才说的是日语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很老的女生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很老的女生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很老的女生。她年龄很大，而且很难看。她年龄很大，而且很难看。她年龄很大，而且很难看。每天早上，她照镜子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很年轻。每天早上，她照镜子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很年轻。每天早上，他照镜子的时候，都觉得自己很年轻。每天早上，他都要打扮，然后在头发上戴一朵花。每天早上，他都要打扮，然后在头发上戴一朵花。每天早上他都要打扮，然后在头发上戴一朵花。他喜欢流行的东西。他喜欢流行的东西。他喜欢流行的东西。他很喜欢试商店里的新衣服，但从来不买。
他很喜欢试商店里的新衣服，但从来不买。他很喜欢试商店里的新衣服，但从来不买。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国际交流。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国际交流。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国际交流。在很多国家，有交流学生去别的国家学习。在很多国家，有交流学生去别的国家学习。在很多国家，有交流学生去别的国家学习。世界各国除了进行国际经济交流以外，世界各国除了进行国际经济交流以外，世界各国除了进行国际经济交流以外，还想继续扩大国际交流，比如国际文化交流、学术交流。还想继续扩大国际交流，比如国际文化交流、学术交流。还想继续扩大国际交流，比如国际文化交流、学术交流。老师给我们一篇文章。老师给我们一篇文章。老师给我们一篇文章。明天我们要学习新的文章。明天我们要学习新的文章。明天我们要学习新的文章。今天老师让我们预习那篇文章。今天老师让我们预习那篇文章。今天老师让我们预习那篇文章。然后总结一下那篇文章的内容。然后总结一下那篇文章的内容。然后总结一下那篇文章的内容。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语法很难。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语法很难。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语法很难。这篇文章用什么语言写的？
这篇文章用什么语言写的？这篇文章用什么语言写的？这篇文章用西班牙语写的。这篇文章用西班牙语写的。这篇文章用西班牙语写的。努力学习是我们的责任。努力学习是我们的责任。努力学习是我们的责任。每个公司都想招聘到优秀的人。每个公司都想招聘到优秀的人。每个公司都想招聘到优秀的人。昨天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。昨天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。昨天我看到一个招聘广告。在招聘广告上，他们想找一个有能力也有很多关系的人。在招聘广告上，他们想找一个有能力也有很多关系的人。在招聘广告上，他们想找一个有能力也有很多关系的人。我一看到那个广告，就联系了我的朋友。我一看到那个广告，就联系了我的朋友。我一看到那个广告，就联系了我的朋友。他正在找工作。他正在找工作。他正在找工作。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他。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他。我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他。那个公司留下了我朋友的联系电话。那个公司留下了我朋友的联系电话。那个公司留下了我朋友的联系电话。他可以先在公司工作三个月。他可以先在公司工作三个月。
他可以先在公司工作三个月。然后公司会判断他是不是合适的人。然后公司会判断他是不是合适的人。然后公司会判断他是不是合适的人。如果他很优秀，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正式在公司上班。如果他很优秀，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正式在公司上班。如果他很优秀，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正式在公司上班。